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粉红爸。我们今天要来更换笔电的液晶萤幕。这台笔电之前萤幕已经有出现过一条黑色的坏线，那突然有一天呢，萤幕就开始萤幕会闪动，还蛮伤眼睛的。修萤幕的话，大概是3000到4000块，决定我自己动手做更换。现在就直接来更换吧。
开机啦。好，那笔电的液晶萤幕我们更换完成喽。那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自己更换这个液晶萤幕需要注意些什么哦。那像我们这台笔电的话，这个萤幕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螺丝哦，它是靠这个框体的这个塑胶卡榫去卡住它，所以你在拆解的时候呢，要非常小心哦，不要把这个塑胶的这个卡榫把它弄断。那弄断的话就变成比较麻烦，那它也没有任何的上胶哦。在卸除那个液晶面板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不要硬翻哦。那它本身是用胶条去把它粘着而已，它没有任何螺丝，所以在拆的时候呢，不要硬翻，就是要先把那个胶条移除哦。它那个胶条有点像 3M 的那种无痕胶哦，就直接它是直的，你就这样直的把它拉出来，整个胶就可以卸除，然后萤幕就可以取下。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就是那个排线哦，拆那个排线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，因为它排线非常的细。如果把那个排线弄断了，也会非常麻烦。那装上新的萤幕的时候，那个排线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插上那个排线之后，最好先开机测试一下。那我第一次的时候开机是正常的，然后当我那个萤幕框体装回去的时候，萤幕却不会亮哦，才发现可能是我在装的时候又不小心去扯到那个排线的那个插孔，所以我后来又把它拆开，又重新插了就好了。这个部分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。只要你有注意到这几个细节的话，基本上在自行更换这个液晶萤幕的部分是不会太难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粉红爸，请支持一下我的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